大家好，我是 David Wu， 这是留学兵法第45讲，这个就是接下来哈，从第46到52个视频里面，我们要讲 Common App 他问的七个问题。你申请大学的时候，八成你会用 Common App， 它包含800多所大学，就是共用的申请，你填一份申请，你可以发给800所大学哈。它里面呢有七道题，你可以写650个字，你选一道题，然后这是作为你的 main essay， 就是你的 PS， 大学会看，然后个别大学会有 supplemental essay， 写200字写300字的补充问题，每个大学会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都会要一个 main essay， 就是从这七个里面选。接下来咱们掰开揉碎的说，就是他到底在问什么，他到底想听到什么。但是这个视频呢就作为一个目录，就是一句话概括这个七个问题每个的核心东西在问什么啊，就用一句话，然后方便大家哎可以大概有个概念了，哎这些题我可能考虑，然后往下跳着看。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你的成长环境跟其他的同龄人怎么不一样，客观的不一样，不能是你觉得不一样，得是客观不一样，你的背景你的身份某方面不一定好不一定坏啊，都可以怎么着不一样。这个呢得是一个至少得是1%或者是500%的这么稀有性，真的是你的成长环境背景不一样。第二个问题是问，跟我们说一个你失败或者碰到挫折碰壁的一段经历，然后你学到了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得到什么收获。第三道题是问，告诉我们就是你的思想前卫性，给我们说一个例子有多前卫，并且你有多少影响力，在你的圈里边能影响大家采纳你这个前卫的思想啊，说一个你怎么有思想前卫的一个例子，然后并且怎么影响了大家，哎，跟着你这个想法。第四道提问的是，说一个你解决的问题啊，通过这问题呢，大学想看到你重视什么，你把什么东西定位成问题，你觉得哎不行，我得去解决的问题啊。通过这个，他想看的就是你有多少效率。第三个题是问你有多少影响力，是吧？第四道题是问你有没有效果，你能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这过程很难的过程到底怎么样啊？怎么解决的？第五道题是说一个成就，然后告诉我们成就之后，你成功了之后，你怎么思想更上了一层楼？哎，站在这个成就上，你有一个新的发现，有一个新的一套哦 ，realization 啊。OK， 第六道题啊，你乍一看哈，你容易觉得它是一个问你热爱什么东西啊，说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像那个 passion question 是吧？实际上不要这么想，更确切的说，这个问题在问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属于工作性质的，就是有用性质的，或者别人可能认为是责任的东西，他们不一定就是自然就想做的事情，有用的事情跟我们说一个，但是对你来说就跟玩儿似的，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像工作或者责任，对你来说就跟玩儿，但是得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你不可以说我喜欢音乐，我喜欢车，我喜欢篮球，是吧？你得把它分解到就是它有用的部分，这车你喜欢，这车你喜欢它哪一方面它是对社会有用的啊？说这个不是就是平白的 passion， 我热爱打游戏，大家都热爱打游戏，我热爱刷微信，啊，不是那个，他是说一个责任性质工作性质的东西是你可以做很久啊。第七也是最后一道题，就是随便你写，写什么都行，并且什么方式都行，哪一种 style 都行，你可以写一首诗，你可以写只要在650个字以内，可以写 persuasive essay， 不同方式的东西，哎，这字可以写。我建议啊，第七道题呢用于就是你如果知道哎这个学校它会包容这个稍微另类一点的方式 style 风格，或者你可能写更多的更展示出你的幽默，更啪叽你的性格在那上面哈，这个可以写第七道题，但是不一定符合就是所有的大学，因为有些大学他可能稍微保守点，他想其实想看到一到六这些关键的这些题，他得好对比，有的时候你把第七道题容易写得太另类，但如果你知道有一学校他能接受，你就为那个学校准备个第七道题，其他的呢还是最好从一到六里面选一个，第七道题啊他这个风险比较大。行，这个视频目录就到这儿，接下来就是七个咱们具体看哈。我倒是真建议大家呢把七个都看完，因为
就是我自己录完这套哈、啊，我都觉得哎，确实是，你看你能看到好几道题里边，其实它有一些共同点，它在问，它只是不同的方式问，不同的给你不同机会让你说，实际上它问一样的事情。把七个都听完了，你会发现，哎，你看我大概有把握大学它重视哪一方面，那我得使劲展示哪方面，好吧？接下来的视频再见。